石头爷，为什么他们要缠着白布条啊？哎呀，你别看这个小白布条啊，这砸钢钎呐，这是个体力活。这家伙顺手啊，活干的就漂亮。大海那边都是长钢钎，你开始看他干着快，打一会儿他们就受不了了。可是水生这边呢，他们钢钎短，手上又缠着布条，你一会儿就等着看结果吧。顺生，现在认输不丢人。顾大海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俺们赢定了。大海，还是咱们厉害。咋的，顺生，还不认输呢？大海哥啊，这太厉害了，把手都砸麻了。休息休息，赶紧上，人上疙瘩村一会儿就赶上来了。大海哥，继续。好嘞，坚持啊。哎，真的，石头爷，你真厉害。师傅，你可真是神了，真让你说对了。嘘，大海，他们咋那么快呢？真赶上咱们了。赶紧跑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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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跟上跟上，快躲快躲起来！陈先生，陈哥注意安全啊！你们放心吧。叔，把项链。俺来吧，哥。咱俩一块儿。行，咱俩一块儿。来，准备点炮。快走。捂耳朵，捂耳朵。大伙躲好了啊！快把捂耳朵。太好了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水生，水生，哎，哎，水生，这第一炮放的漂亮！啊，我夸你呢！啥？你耳朵怎么样？听得见吗？啊？啊，现在能听见吗？啊，现在听到了。俺点完炮跑了这么远，还是给俺吓一跳。我都在你后边呢，我刚才也是一阵耳鸣，这炮威力还挺大。顾大海，幸亏没让你来，这苦俺就替你受了啊。闭嘴吧你。咱们这第一炮已经打响了，走，开工。开工，开工。走，开工了，快。现在还喂奶吗？啊，喂着呢。哎呀，喂多长时间了？六个月了。哎呦，啥动静啊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我得赶紧回家看看我娃去。快去快去。这下人把到的，真不让人安生啊。这不行，我得找领导说道说道去。走，说道说道，走。桑主任，这事可咋办啊？黄大叔，您别着急，慢慢说。不能让他们再炸散了，这心脏真的受不了。我家那窗户啊，震得哗啦哗啦响，你说吓人不吓人呢？确实是挺吓人的。我都七十了，这心脏都快炸出来了，隔壁那娃娃才两岁，再炸下去，就要出人命了呀。我知道了，你们放心，我去和他们谈。他他不不不，我管不了，想咋地咋地，由了他了。
沈水生，沈水生，你管孙子柔了，你上来，上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沈水生，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弄啥呀，大主任？俺们正忙着呢，天天放炮，天天放炮，现在我孩子都睡不着觉了，还有我们家田，被你们炸山滚下的石头啊，全砸坏了。你说你们一天天就这么炸，我家的牛都吓跑了。我们就是不同意你们这的弄。吵啥呀？想动手啊？哎，你看这个人咋说话了？我们不是在吵，是你们炸山太扰民了，我们来理论的。现在大伙儿是嫌俺们整天炸山没个点儿，是不是？这不是吗？那要不是这样，俺们把炸山的时间放到一块儿，集中爆破，你们看行不行？你说行吗？我们又不是不讲理的人，你既然这都说了，我感觉按他说的可以，你们说了可以。哎啊，那就集中炸。哎，过了点可不能再炸了啊，要是过时再炸，我们还得找你们理论。哎，对，我还得找你。放心放心，俺说话算数，说话算数。那咱就回了啊，再回啊。你说到做到。集中啊，集中炸啊！大家，我们下次再来找你。石水生，石水生。哟，大主任，咋了这是？之前你们说的，只解决了其一。没有解决其二啊，啥意思啊？你们说集中时段炸山，炸完了山以后，山上落下来的碎石占了老百姓的田地，没人清理，你说这怎么办？嗨，原来是这事儿啊，这好办，俺连夜带人把石头都清理了。还有一件事，老百姓没提，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说一下。你说，炸完山以后，这山上。看着差点要落下来那些石头啊，挺危险的，我觉得你们有必要清除一下这些安全隐患啊。好了，我说完了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这是我们从临县带过来的板栗，大伙儿来尝尝。这林书记，这算不算贿赂啊？这是我们临县的特产，这算什么贿赂啊？啊，是这样啊，我们回去啊，好好的商量了一下，我们修这条渠呢，给大家伙造成了很大的麻烦，也有损失。那我们怎么补偿大家伙呢？我们就想啊，就在这个渠县附近，啊，也就在我们临县境内，有一片荒地，我们就想啊，把我们临县这个特产这个板栗。种在这片荒地上，啊，这个由我们出钱买树苗，由我们养，由我们种，最后收的板栗呢，全都归你们。啊，我们还给这片树苗起了个名字，叫临平友谊苗圃。真好啊！这个呀，只是第一步，以后我们在修渠呢，无论给大家伙造成多大麻烦、多大损失，我们一定会照价赔偿的。啊，先不说那个了。先尝尝板栗，先看看板栗好不好吃。快尝尝，快来尝尝吧！我们那板栗可大了，这是我们临县的特产啊！来来来，尝尝，尝尝，都来拿，都来拿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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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别客气，尝来尝尝，来，都来都来拿。哎，我说于副书记，我真的是走不开，我也真的没有办法帮你请假。这次是省里的粮食三级干部会议，省里各地委、各县委的一二把手都必须到场。是是，这我知道，能不能让李明阳同志替我参加一下啊？林杰，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脸特别大呀？哎呦，
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们技术员吴念祖同志啊，家里边有事儿，刚刚离开。我要再走，这工地上就没人盯着了。那就先停工，等一等。停，于副书记，我的林杰同志，我等你。不是于副书记又说啥呀？哎呀，这于副书记是真行啊，就揪着我不放，必须让我参加省里的会。老林，那你就去吧，啊，没事，有我呢。有你呢？哎呀，我在这儿你还不放心？我可是咱们前线总指挥啊。嗯，放心。那行，那就交给你了。嗯，你记住了啊，无论是安全、质量还是后勤保障，你都得抓紧了。放心吧，啊，有我。我们看了一些数字，你在工地上不知道，现在全国的形势都很紧张，从去年到今年自然灾害频发，勒紧裤腰带，看来是咱们必须要做的打算了。知道。哎呦，俩大货来了。什么大货？别瞎说，给我装，有找你啊。开吧开吧。哎，潘水哥啊，这跟之前量的不一样啊，是吗？嗯，哎呀，这到那也就差个一步半步的，没啥大事，干。哎，你们这样不行。哎，小青同志，俺们以前在老家修过水库，这对俺来说没啥难度。哎，不是，我说。哎呀，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别伤着你。啊，躲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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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是，你们这样真不行。对于这次灾荒啊，我们最低的要求是绝不能饿死人。哎，我们都要你要开个会啊，我先走。不能轻视这个问题。帮我拿点葛大年。谁要是轻视了，你还没明白啊？老百姓啊，要不你把脸上盖的。所以省委要求各级领导、各级部门要抓好粮食问题，在保证人民群众吃饱的前提之下，同时也要给政府留下储备粮。念祖，哎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娘。念祖，你进来，娘有话跟你说。哎，娘，药马上就好了啊。错了，对不起，
我就是觉得我不在工地，他们，哎呀，娘明白，娘没生气，娘只是不忍心，不忍心看你这样。娘，娘，我不想这些了，我好好照顾你，我直到把您照顾好为止。娘好多了，娘明白，自古啊，忠孝两难全，困兽床前尽孝是小节，而引杖入林是造福林县的大事，是大义，你该去。娘。娘，去吧。你回去以后，跟林杰强调一下会议精神。粮食情况已经非常严峻了，我们的最低要求是，坚决不能饿死人，不能轻视这个问题。轻视这个问题，就是轻视我们老百姓的生命。省委要求各地委抓紧进行备荒，停止一切大规模工程，深挖潜力找粮食。余副书记，可我们临县现在的情况啊，实在是太特殊了。就你们临县特殊，会议刚结束，林杰就没影了。本来上级还有指示向你们传达呢。好，现在我告诉你，引张入林的事必须停工。跑了一上午啊！你们猜我回来的时候咋了？咋回事了？我要不是跑得快呀，我就被山上那石头砸死了。呀，那你这走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山村那道啊是走不了了，得绕着走。你们这几天出村啊，可得小心。太欺负人了。喂，您好，我是桑红。啊，桑主任，我是刘书记啊。啊，刘书记您好。你要配合林杰书记，尽量做通群众的思想工作。他们临县的情况，你我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啊。好的，知道了。刘书记您放心，我尽力。啊，行，抓紧去办吧。好。石水生哟，大主任，你咋来了？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不再狂轰滥炸的。是啊，俺们把时间定在上午10点到下午5点，集中爆破了。你们这个集中也太集中了吧？韩二婶家的玻璃都被你们震碎了，你不知道吗？这个，哎呀，集中到一块炸，威力要比分开炸强得多。我不管，这事儿今天必须得解决。那俺们干脆别炸山了，不炸最好。那俺们用手刨啊！你想得美。哥，咱炸药不够了。没炸药了？那太好了，看你们怎么炸。葛书记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的安排，我还真找不见林杰这小子。人呢？开完会他就回临县了，啊，明阳县长在这儿呢，有事你跟他说。明阳，这个林杰啊，
我们一起当警卫员的时候，就知道他又抠又狡猾。那那行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吧，绵阳是这样，我知道你们林先富裕，在这个严峻的大环境下，还敢上引张筑林那样的大工程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你们手里有粮，给咱借点呗。大年，你们又不是揭不开锅了。还真就是揭不开锅了，我们县里现在已经有了。这么严重吗？真就这么严重。绵阳，今天我严肃认真的给你低回头，帮兄弟一把吧。哎，大年，大年，别。我们临县的情况也不是很富裕。这样，这件事情呢，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，我回去啊跟老林商量一下。吴技术员，你好。吴技术员。好啊，你们这是在干啥？挖渠线啊！你们这是在乱搞！哎，吴技术员，吴技术员，你们都给我停下！吴大技术员，停下！你来了。潘水，你挖的是什么东西？咋了嘛？我有图纸，你们不会看的吗？啊？是不会看还是根本就没看？不看图纸要他图纸干什么用的？你看你们挖成什么样了？这是吴技术员，咋了咋了？有话慢慢说。是不是你瞎指挥的？是不是？你平时就爱瞎出头，你没那个金刚钻就别揽这个瓷器活。你有病啊？说啥呢？哎，吴技术员，俺觉得这差不多就行了，能把水引来就可以了嘛，对吗？什么差不多就行了？这是在修几十公里的水渠，它不是修你们家城墙。吴技术员，怎么能差不多就行呢？你冷静一点，冷静。我冷静不了。抓住他，反了你了！打他！打他！放开了，要打架啊！放开我！你们走开！你们还绑我！大爷将军，松开吧，松开吧！大爷将军，松开！没有你，帮我赶紧帮我帮我！你们还要绑我？大将军，大将军，你们这辈子都别想饮水了！踹我！俺们干了一天了，来了就让你骂。哎，你没事吧你？不是。你怎么了嘛？你来了一句话不说就把俺们骂得狗血喷头的，你自己还先哭了。我辛辛苦苦设计的呀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。把它剪了。你们，你们看看，你们一个个的，你看看你们都给弄成啥样了。哎，干什么的呀？啊！你们走开吧。孙指挥啊，我正要跟你汇报呢，咱们的炸药啊用量太大了，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算。为什么超过预算啊？哎呀，这太行山的石头啊太硬了，这锤子钢钎打上去只能打个白点，大家一着急都用上炸药了，用量啊一下子就上来了。孙站长，青年突击队来领炸药。你们最近用了多少炸药？挺多的，少了差不开呀。这两天下来呀，一下子就用掉了24000斤炸药。你们怎么用那么多炸药啊？是这样的啊，就是一个炮眼就得打20多米的深度，还得在附近多打上10多个连环炮眼，这要塞满了炸药，一炮能炸掉小半个山头呢。可是照你们这个用法，炸药就不够用了。不够了再买呗，买了俺们才好爆破呀。哪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啊？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我跟你说，买什么东西那都是有数的。这才几天呀，咱
县上不会没钱了吧？我跟你说啊，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那也不能把买石灰、买水泥还有吃饭的钱都用来买炸药吧？那咋办啊？哎，你爹最近回临县了吗？啊，前几天刚走。我想呢。哎，慌什么？怎么了？你快回去吧，吴技术员回来了，和大海他们打起来了。打起来了！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你们干嘛打宁祖哥？水莲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你别管啊。大海哥，你这干啥呢？这是吴技术员，你打他干嘛？俺打他？你看俺脸，让他挠的，是他打的俺。不是水莲，他不讲理呀、啊，他这是咬谁啊？干啥呀、啊、你们一个个闲的？啊，一拳打一个人。顾大海，你咋让人给揍了？那是他趁俺没注意，他挠俺。要真打他能打过俺？一群人打一个人，你都让人给揍了。是水生，你还有闲心开玩笑？你也是罪魁祸首。聂祖哥，不是，吴聂祖，你疯了你？俺是来帮你的，俺哪成罪魁祸首了？水生，刚才你还笑话俺，有本事你也打他。聂祖哥，这到底咋回事啊？咋了？今天绑了我。你们这辈子也别想把水引到临县来！俺们天天在这工地上下大力挖渠线、砸石头啊！你算是什么东西？对呀、啊，俺们一天到晚都没见过你人影，活都是俺们干的，你好意思说俺们吗？对不对？对。对我们天天休息，你在哪儿呢？俺看这吴技术员就是无理取闹的大傻子。你们还笑得出来？你们都是临县的罪人！打他！干什么？孙副县长，怎么回事？工地上不干活打起架来了，你们都是撑的吗？总指挥，你得给俺们评这个理啊！吴技师，他就是个疯子，一来到这工地上，你看，大海上去劝他，他给人家把脸都抓烂了。你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我看是你们不对，你们这么多人打人家一个，像话吗你？不是，孙副县长。俺们也是没办法呀，水生过来帮他，他一头把人水生撞倒在地上，你说，俺们能怎么办呀？念祖啊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你看，你把水生还撞倒了，这，要不这样啊，你给大伙儿道个歉啊，这事就算过去了，好吧？那个，道歉啊？谁给谁道歉啊？应该他们给我道歉，我设计了这么久的工程，就让他们给搞成这样，你看看。啊，工程没修好不合格，咱们回去再讨论啊。这个我有责任啊，那个，我给你道个歉，行不行？我给你道个歉。我不接受你道歉。那你还想咋地？你前线总指挥，来来来来来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你都指挥个啥？你看看。来来来来，你看看，来，这儿，我明明在图纸上标的清清楚楚，1.5米深的渠线，这是1.5米深吗？好像是挖的有点深了。我这图纸上明明标着这段是要直线的，笔直的直线，这是直的吗？乔姐呢？小琴呢？为什么不来监督？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咱们战线拉的这么长，几十公里呢。水利局那些人根本就不够用，现在平均几公里、十几公里才配一个技术员。你们这是在胡闹啊！像你这么挖，这八辈子也引不来水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救我们呢？我跟小伙，你一个技术员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、啊、你？我是技术员，但是我也是总设计师，在这里，你们的每一步每一稿都必须按照我的图纸去做，只有这样才能引来水。说的对，听你的。念祖啊，你别生气，你别生这么大气啊。咱就回去研究研究啊，然后回头把这修错了啊都改过来啊。那个今天你也累了，咱都回去休息休息休息，走。不行，
就今天，所有人，现在就跟我一个一个的改。林彦祖啊，咱改咱们也得回去研究研究，咱研究一个方案出来，具体怎么改、改哪儿啊？不差这一会儿，明天再改。不行，必须今天改。怎么回事你啊？啊，待会儿都累了一天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明天该能怎么着？啊，明天干。这是在工地，工地上就得听我的，我是总设计师，我是总指挥。 你们干了，都回去，一个不许留。回啊！回家了！回家了！你们不该我来干，我自己干，我自己干。 这还是我设计的曲线吗？念祖哥，你别生气了。我能不生气吗？我那是精心设计好的呀。 就是为了把水引到咱们临县去，让大家伙都有口水喝。可是你看现在，这弄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，这还能饮水了吗？这，大家这是一时之间没转过弯来，你慢慢跟大家讲嘛，等大家都懂了就好了。真的吗？他们真的能懂吗？真的，俺还能骗你啊？水莲。 要是大家伙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。你是技术员，俺们大家本来就应该听你的。谢谢你，水莲。念祖哥，你刚刚是不是对孙副县长嚷嚷的太厉害了？那是他自己无知。 开会了，孙总指挥。哦。那明天。 念祖哥，俺先去给你把住的地方收拾一下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吧。 这有点小事儿啊！我我我想请两天假啊。又什么？这您也知道，尹张入林工程正在紧张的时候，这我还有李县长，我们俩都在这开会，我怕出岔子，所以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去。那可不行，这次会议议程啊多，谁都不允许请假。那工地不是有小孙的吗？不是那孙副县长，你也知道，那人脾气急，脾气还暴，我怕这。 到时候万一出点什么事，他摁不住，我得亲自回去盯着去。您说呢？啊，啊，宋书记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刚一走啊，我就接到老孙打来的电话了。怎么了？工地出事了，老孙跟小吴干起来了。小吴认为现在的施工啊严重不符合设计，要求重新施工。老孙和小吴干起来了？对呀。不是，您听到了吧？
一个总指挥，一个总设计师，他们俩打起来了。打起来了，那不就乱套了吗？是啊，你还放我假不让我赶紧回去吧？啊，我回去看看去。嗯，你们两个小子还给我演上了。没演，没演。这小李啊，你是个诚实的同志，你怎么还配合这臭小子？太累了，林杰，别演了。方主任，您让我回去吧，我求求您了，行吗？这会啊，还得继续开，这价我还真不能给你批。知道了，那个。你早点休息吧，嗯，早点睡。哎，第二工段这一块儿。孙总指挥，孙副县长，你咋没去吃晚饭啊？啊，我不饿。哦，念祖哥，房间给你收拾好了。谢谢水莲。啊！哎呀，你俩还不说话呀？那咋跟林书记交代嘛？啊，我说水莲，你该忙你的忙你的，完了这事儿你就别掺和了，啊。哥，哥，大海哥，快跟俺去趟指挥部。哎，你们来的正好啊！我跟你们说，这个人，你们从今天开始，所有人都不要跟他说话。他跟我们道歉了，我们才能原谅他，记住了没有？必须要道歉。但他是咱们的技术员，你咋能不跟他说话嘛？你这样的话，林书记那儿怎么交代？不是，水莲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都向着他？我，水生。你过来，水生，你告诉他，我现在不要他道歉了，但是他必须按照我要求的重新施工。我都听见了，水生，你告诉他，我孙志厚是前线的总指挥，他说那些不可能。你别说呀，你现在还真有进步，还知道配合我演戏了。啥演戏啊？你刚才那不是演戏啊？啊，就是演得不太好，让方书记啊一下给识破了。我没演戏，工地真出事儿了。哎，行，你还演上瘾来了是不是？出什么事儿啊？我真没演戏，小吴跟老孙真干起来了。吴念祖在老家呢，怎么干起来啊？他今天刚回来，一回工地啊就跟老孙干了一架。小吴回来了？回来了。干。喂，给我接一下尹章入林工程指挥部。喂，喂，孙师傅，我林杰，林书记啊，您说，你跟小吴打起来了啊？你要干什么？我现在告诉你啊，你要无条件的，全都听小吴的，听到没有？林书记，你不知道他。他骂人呢？不可能，他一个文化人怎么可能骂人呢？啊，如果他真骂你了，肯定是你的问题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听我的，这是命令，你就听小吴的，听吴念祖的。是，我明白了。
不是，咱也回不去，你说这。也行，这也是考验老孙的一个机会。你们看什么？林书记说让您听念祖的，俺们都听见了，都听见了，都听见了。听见就听见呗。听见了，那我就给林书记个面子。水生，你告诉他，就听他的。水生，你告诉他，从明天开始，我正式指挥施工。水生，你告诉他，他不道歉，我还是不会原谅他。别告诉了，人家都走了。怎么说的？我还话没说完呢。